佣兵救完人就可以回去修他那一台，他没有修，他没有回去修他那一台，他没有回去修他那一台，就变成说又多修一台。又小屋废墟神像，小废墟，然后就差杂技跟佣兵的其中，再差杂技那一台，对。然后变成说佣兵又去修了之后呢，还要去多修，怎么讲？对，然后因为他刚才一开始娃娃的本身就在六了，他没有在修啊。修一修杂技，把机子让给那个的娃娃的。然后变成小屋刚才没有修之后呢，又去修杂技，又去多修一台嘛，因为我修了两台嘛，对不对？三连击啊，啊没有，哎、欸、有算连击啊，不是很近的连击。被火拉爆了，硬拖去那边是有人修吗？佣兵在修的，那没差、啊、你拖佣兵的干嘛？他佣兵跑那么远干嘛？尴尬，溜得不够久哦，我这台都还没修完呢。除非佣兵再去救一波，然后我过去帮忙。可是又都感觉好像来得及呢哦，他好像拖回去一点。如果亮掉他才，哦，有地下室啊，难怪啊。没得救啦，因为我没搏命，气质也不是马上亮。老子没得救，拖回去了，蛮搞笑的。
好像闪现。叫你们